么？就是我家里边传下来这个东西。我记得我妈妈经常拿这个东西里边装稻米呀、啊，在春节了，在这个年来街道的时候呢，都是烧香这个东西。当香炉用了。当香炉用。随着这个古玩市场的这个热不兴起吧，然后有好多那个收那个古董的就去我家里边，一开始都是给一个什么3000块钱，到了后来有人给了个12000，我就感觉到这个东西来讲是不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时候的，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。你看他现在两眼睛都放光了，觉得自己家里有个大宝贝了。这个宝贝没人说是什么吗？他们说这是一个那个玄德炉。玄德炉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-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-35。他的擦得特别干净，完了专家告诉他你已经擦掉了30万了。所以不动手是对的，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来看看是不是宣德炉。宣德炉严格的说呀有两种，一种什么呢，就是明代宣德时期铸造的，而且呢是皇家铸造的，叫宣德炉。另外一种呢是后世啊仿制炉。你这个严格的说肯定不是宣德炉。嗯，所以你是不是想应该那12000卖出去啊？我真的我觉得12000应该卖，但是卖了你会后悔的。这件东西啊是清代中期仿制的宣德炉。哦，它呀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是什么呀，它这个造型呢它有像一个盆似的，上面呢还加了一道玄纹，这样的造型啊数量相对于那种顶式楼来说啊是比较少的，大开口。第二个是它底下那款儿是双龙抱款，过去按这个乌邦佐那时候啊明代的那个说法啊，双龙抱款的炉啊应该都是什么皇帝直接敕命收到的，而这件呢是仿那个的，加了一个大明宣德款，但是还是有特点的，所以呢我们给它一个价钱，5万元。